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飞。啊，今天要教在拍拖的你呢，如何做穿出来可以闪死人不被人笑死的情侣装穿搭不？那情侣装搭配呢的入门法就是玩颜色，颜色的玩法有两种，那一种是交叉法，所以交叉法就是你上我下，你想到哪里去啫？这个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吗？那另一种呢是自然呼应法，所谓的自然呼应法就是让你整体围绕在两个主色，用不同的深浅度去 relate， 让它有一个连贯性，让整体有一种 same same but different 的感觉吧。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要有两样东西，一就是黑色的外套，它可以是放浪不羁的骑士外套，也可以是大方得体的西装外套吧。第二就是黑裤或者是黑裙，那它可以是西装裤，也可以是皮裙的吧。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，你们就可以做黑白配的制服诱惑装吧。那男生穿黑白配呢，就一秒男友力 max， 女生穿黑白配除了裤还可以让男生心跳加速的吧。至于鞋子呢，我一般都会搭配帆布鞋或者是球鞋，那只要你的鞋型不会太奇怪哦，基本上都会很帅的吧。那至于皮鞋呢，是一个很讲究的东西，配到对的裤子呢就是熟男，配错就像酒楼上班吧。那这个呢我现在做一集给你们看吧。那女生如果担心穿西装太过正式像主管，你可以配个帽子，不管是什么帽子，只要你配黑白色呢，广告风气质加分的吧。这个就是黑白配的好处了吧。啊，在情人节把自己想象成韩剧里的那个玩世不恭的二世祖，遇上一个还没有成名的歌手，日久生情爱上了他吧。那你知道他不喜欢你好恋带他去那种 fine dining， 所以为了打动他芳心，你就上演一幕穿得很 gay 白可是去很接地气的地方约会耍浪漫吧。啊，复古其实很容易的吧，只要把历史里古代的服装带来现代，带出一种跨时代的主题就可以了的吧。啊，当然不是让你扮傅恒还有魏璎珞啦。除了黑衣黑裤，我觉得情侣一定要有个蓝色牛仔裤吧。那 denim 呢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味，越 simple 的，越浅色的，越耐看的吧。那除了一把很酷的穿搭，你们可以大玩复古。你家穿一件 graphic tee， 上面的图案是古代建筑物、黑白的照片、电影海报或者是乐团，再戴上一顶 baker's boy hat、music hat 或者 flat cap， 那复古的来又很 playful 的吧。你有嗅到吗？这是 vintage 的味道吧。以上两种都是自然呼应法的搭配，现在就要用另一种方法，叫做交叉法的吧。它的秘诀在于你的上半身会配对方的下半身吧，它可以是颜色，可以是花纹，可以是材质，只要你搭配对了，即使你们穿着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呢，都可以毫无违和感的呈现一起相亲相爱的吧。那我们都很羡慕 K-pop MV 里面男女主角，他们的日常哦，随便拍随便美，是不是？那还记得 Big Bang 那一首 Let's Not Fall in Love 吗？龙哥和女主在超市里面撒狗粮，废哟，真是睡到不要不要的吧？那其实你要也可以的，在韩国最近就很流行蝴蝶结，还有这种虚线边的设计。那你要这样穿呢，你和女朋友去 parking lot 拿车，也可以像拍 MV 的吧。那故事讲到这里就差不多 ending 了的吧。那还记得刚刚我们讲过的二世祖还有那个未成名的歌手吗？那他现在已经是 worldwide superstar 了的吧。那一般的韩剧呢都不会那么顺利的，虽然这一集没有脑 cancer 或者人死情未了的情节，但是我还是让他们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吧。啊，如果你们想要知道他们的故事的话，我另外再做一集微电影给你们看呐。如果想要看就 comment 咯。那 anyway 这个时候他们就决定不再 hide 他们的 feelings， 因为经历了生离死别嘛，所以他们很珍惜对方，他们不要在那边 button 这样子吊高来卖呀。所以他们喜欢对方，他们就要说出来，所以他们需要壮胆，他们需要大胆，所以他们选择了穿豹纹，豹纹象征大胆狂野，他们决定在今晚把对对方的爱都释放出来吧，让他有个 happy ending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有不测风云，所以有什么事要做就快点做，如果你有喜欢的人想要告白就快 7 点去吧。结论是情侣装的用意呢，就不是让你走在路上让人家懂你们是情侣，而是要让你们增添情趣吧。你要让人家懂你是情侣，你随便牵手抱抱或打天轮还不是更好。那我在 shopping mall 最常见到的灾难情侣穿搭有两种，一种就是从头到脚一模一样，搞到好像你们在 shopping mall 搞了修穿着制服，然后你们现在是放饭时间这样啊，一点爱都没有吧。那另一种呢就是棍样讨手把脚，然后男生呢就为了配合女朋友，就阿拉阿拉穿了一个一样的衣服，就让对方觉得他在穿着情侣装吧。那但下半身呢就穿着阿贝的短裤配人字拖，整个拉拉吼这样子吧。有听过做戏要做整套没有？情侣就是情趣嘛，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呢是一种缘分，所以你们就好好珍惜吧，珍惜当下，为以后创造美好的回忆吧。那在这里就祝福全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那没有情人的就自己苦中作乐吧。如果想要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分享两次看个吧，次看了爱上为止吧。要进来我的 page follow 我的 insta 咯，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打小铃铛吧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那通常拍到第四套衣服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感觉好像很累了，可是也意味着要收工啦。
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一套衣服什么，它就是一个高级机场里面的空姐，我就是调戏空姐的客人。好羡慕哦。可以吗？他现在穿这个就是中东来的。中东有这样美的女生吗？中东五官都很漂亮的。五官漂亮跟美不美是不同的吧？